看到一个小手。他来这边多久了？五分钟。哦，他刚是在外面哦。弟弟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几岁？一岁。那妈妈呢？妈妈不叫你啊。他妈妈都没有发现。OK， 那我们来处理就好了。OK， 好，弟弟，拜拜。你要跟他们，你要帮他们找你妈妈。OK， 他们也会帮你。OK， 拜拜。弟弟，你住哪边？知不知道？住这边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没办法，就是先带回去了。怎么办？来，有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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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是妈妈啊。我今天大姐睡小娘还在睡觉，谢谢。我怎么好拽啊？啊，刚好有民众看到了，在外面。谢，哪一位？刚才都是。啊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我回去看看门，全部打开，我吓死了。谢。他现在穿反了。他从家里自己跑出来。我说谢谢。李一，啊，下一次不，下一次不可以自己跑出来啊，好不好？谢。大哥。靠边停！好啦好，行你要走，行。带我行。我提一下，迄垃圾的，莫搁用啊。